咁我自己就有自己嘅 beliefs， 係一個巴哈伊 faith。呢個可以話係亦都係我生活上其中一個文化或者生活方式啦。咁亦都我覺得佢影響咗我大部分嘅事情。我覺得譬如做音樂啊，做嗰啲事情都係由佢嘅一個理念去出發嘅。當然你話不同嘅宗教嘅人，佢哋都會祈禱，咁呢個自然好自然個都會。咁但係你話喺做事方式，好希望我嘅藝術啊，或者我嘅音樂係有一個 positive effect 對於聽者嚟講，或者係有傳達到一啲亦都唔好話係説教啦。我啲歌都盡量係説教，我都唔中意説教。咁但係就表達到呢種我嘅諗法。咁如果中意我嘅歌迷聽到佢啊，佢哋又覺得啊咁樣思考又幾得意嘅，咁啊即係自自然咁樣咯。咁同埋我覺得靈性好難分，特別喺 Baha'i Faith 入邊好難去分個嗰樣嘢嘅，因為係 sort of 基本上係一個日常生活由細到大係一個成長。咁呢個成長其實係基本上是一個靈性嘅，可以係一個靈性嘅嘢，睇你點睇法或者。咁所以我覺得係每日喺度學習，或者去盡量去令到自己嘅不足的地方可以去即係好啲，或者咁，我覺得最終都是做好自己做的事情咁樣。我平時都不是太盡量不多講嘢，因為好像是自己做好自己嗰啲嘢就好了。